在新北市这边也感受到了要过耶诞节的气氛呢、啊，因为这边举行了封路采街活动，不但有帅气的消防猛男，还有技警队，老老少少在低温中穿着清凉的舞衣表演热情的拉丁舞，还有森巴舞。纵使大家冷得直发抖，但是心中的热情却是不减。圣诞采街，技警队凑一咖，雄赳赳的马儿也戴上耶诞帽，普利士大人更是当街大跳骑马舞。这头跳骑马舞，另外一头还有小朋友卖力跳拉丁舞。薄薄的舞衣，小短裙，小小舞者非顶着这样十度的低温跳热舞。三，你姐，你姐刚刚是边跳边抖。对，因为今天好冷嘛，所以里面要多穿一件，这样才会不会怕冷。实在冷的屁屁穿。发热衣、厚丝袜全都穿上身，倒是阿公阿嬷穿的超清凉。小乐裤搭配马甲上衣，这样真的不会冷吗？出走来了，爱刮不？没啦，安尼你行未过。阿公阿嬷不怕冷，举牌小姐却是冷得直发抖，连消防猛男也包得紧紧紧，狗狗也穿上了保暖的造型衣。不过最让人羡慕的却是这些人偶。人偶从头到脚包得密不透风，这样的天气扮人偶总比穿的短裙扮天使还幸福。